演员最终面对的是市场。那我自己的剧组就是一个最好的试金石。夏桑鱼是谁呀？这时光的秘密让我们学生看到表演的残酷性。可以了，我们看后面的啊，出去等结果。来到我的组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希望他们玉楼春的能够做出最好的发挥。所以第二次事件您请来了瑜伽班为他们助阵。对的对的。姓名？谢良辰。年龄？19。我魏璎珞，天生脾气暴，不好惹。Hello， 富察侍卫来了。哎呀，你们都不吃啊，我就觉得我好罪恶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像 casting 建组一样的，就为了白鹿后面那个戏建组。啊，你们讲讲你们试戏的感觉。你觉得老师，你以前我就试了一场戏啊，我运气比较好，我就试了一次戏，招摇。你招摇试过戏吗？招见了一下导演。那你就是没试过戏。基本上我们试戏分两种嘛，一种就是让你去演嘛，还有一种导演聊上两三句就觉得很好就定了嘛，对吧？那你就属于后者，比较幸运的。对，幸运。我真的是从来公司以后才没开始试戏的。哦，之前你也试戏啊？之前就建组无数次，但没有一部是试上的，也挺怕建组的，因为没成功过就有阴影。经验都是经验。现在建组也很难吗？我当时建组都几年前建的了。现在只会比以前更难了，因为娱乐圈寒冬吗？现在就是试完都觉得聊得很好，然后也觉得自己也感觉很好，但是就是可能人家有更好或者更多的备选，现在就是这样。竞争比较大，前段时间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导演、不同的组去见、去试，觉得其实还蛮适合的时候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因为现在确实这一行你也知道是寒冬嘛，其实不太好混。对，嗯，白鹿是个特别有想法的人。没有，他有的时候我看他还挺主动要求试戏的啊、哦。你去见还是试一下比较好，对，人家会对你有个底。嗯。你看他是什么样啊？之前一个戏女一号找他，绯闻女孩，他看完剧本，他不喜欢女一号，他想演女二号。去见面当天，他又非要试戏，就给他试了一段戏。试完以后，导演就不用他了，因为导演觉得他要的是一个温柔的，觉得白鹿太有个性了。其实你温柔起来挺温柔的呀。不是，我到现场绝对可以，但那天可能我试的感觉不是他要的。嗯，因为有的时候试戏是这样的，好的演员都希望把自己另外一面展现给导演的。但这个另外一面有的时候就不是导演要的，一般导演看中谁就是谁的本色，或者你上部戏演的感觉。嗯，我不这么认同，我更喜欢颠覆的感觉。嗯，你看景琰以前一直是很温柔的，他还没演过不温柔的角色。你误会了，我就是过年想我爹了。那魏璎珞之后他就变刚了。谁要是再唧唧歪歪，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。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师哥师姐来传授一些经验给小朋友们，因为他们都很小，然后有几场戏就要你们去搭一搭，大部分交给白鹿。跟他们搭戏你们不要保留，因为如果你们很强他们也很强，那么他们正好展示一下他们的演技，如果你们很强他们弱了，那让他们知道这一行不是那么好混的，继续努力的去学习。今天人比较少，这都是卯了劲儿今天要竞争的。对。哟，徐老师。哟，周老师。许久不见。之前知道这个演员，他戏很好，很稳。哟呵。为什么来到这儿了呢？啊？我觉得他们外来的也不差呀。时光的秘密已经没选上了，那么玉楼春一定要演好。我肯定是有信心的，就是想把自己准备好的一面尽力的去发挥出来。好了，各位演员，今天我们进行我们第二场的试镜啊。这次试镜的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剧本，叫《玉楼春》。
今天请来我这次玉楼春的女一号白鹿啊。另外呢，还有徐凯、吴谨言一起配合来跟大家搭戏。然后是 casting 团队的老大杨念波。Hello。好了，一会儿期待大家的表演。本次面试开放三男两女五个角色，分别是将门出身、脾气火爆的孙家大少奶奶吴月红，勇猛无畏、不解风情的武将孙俊豪，痴迷钟表制造的纨绔子弟孙金阁，虚情假意、诡计多端的明灵桃夭，对孙家心怀仇恨、为复仇不择手段的贾逢源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试镜角色是孙金阁。哎，昌隆孙金阁吗？都是金阁，这一排的孙金阁不一样啊。我们的孙金阁都不一样啊。对啊，不一样，挺好。个人有个人的理解。对，每个人孙金阁都不一样。孙金阁，孙家三子，玩世不恭的他对钟表等机械制造颇感兴趣，却被人误会游手好闲、纨绔无能。有请第一位试镜演员昌隆。耶，试镜演员昌隆。哇，我为什么比他还紧张啊？龙哥可以的，龙哥可以。让我们看看什么叫演技。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，他穿了身青装。老师好，我是演员昌隆，然后我饰演的是孙金阁。准备的是哪一段？我这段是孙金阁来找四奶奶要钱。那心如枪帮我搭一下小翠，白鹿搭一下林少春， Q 一下辣目洋子。请一下辣目洋子。懵了懵了，上来直接助演去了。辣目洋子帮我搭一下吴月红。哦，好，我好紧张，我感觉跟我考试一样。考和你一样。真的，我的天哪，我都在发抖。昌隆饰演孙金阁。蓉蓉家的啊。大姐也在呢，来的正好，我告诉你，你把欠我的三斤银子还给我。为什么人家都有我没有啊？这哪能呢？这每块银子都是我亲手称的。你亲手称了？哼！你再给我称称，来，你称称，你看够不够量？来。三哥竟不知道银钱离手，概不认账的道理。起开，别动我。三爷还可以，我觉得好在人物感觉里面啊。你抓人物状态是没有问题的，从头到尾都对，也是我要的孙金阁。嗯，但是你在这个细节里面，我还是希望你加强。柜子呢有点可惜没出来，然后打开发现柜子里都没什么钱，那个
反应还没出来，那可惜。OK， 我们等着下一位进来了。好棒，谢老师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。